好，那我就开始了。那我今天是上来那个代替 ED Blue 还有 Mr. Oa 去报告的。对，那好，我们今天debate 就是早上 ED Blue 讲的那一个是想要整理网络上面的比战，因为比战可能散落在各地的文章和讨论串，所以想要把这个整理起来的一个 ED Blue 做工具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今天那个 Mr. Oa 自己他就把之前 Tony Q， 因为原本先让大家看一下那个 debater 的界面哦。debater 的原始档是你要写成一个 markdown 的文件，所以呢，我们原本你要用 debater 的时候，你就要很苦命的要自己手动把这些什么你想要引的文章啊，然后它的各种 metadata， 比如说它的 URL、它的 timestamp， 全部都那个用手动一行一行贴上来。所以之前 Tony Q 就帮忙写了一个小的 JavaScript， 让你可以把这个文字框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就有一段 JavaScript 可以帮你把它转成那个 debater 的文法。所以我们今天 Mr. Oladi 做的事情就是他把那一段小的 JavaScript 呢整理了一下之后写成一个 Chrome 的 plugin。 所以我们之后呢现在就可以直接你把字选起来右键，然后我们选这个，就有一个这是 plugin 写的，你可以直接把它用复制成 debater 的这个格式，然后呢，这时候我们直接贴上的话，它就会是 debater 的格式了。所以之后小编就不用再那么苦命的自己一行一行复制哦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外挂，然后就贴成这个东西。对，你就看这边它出来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其中的一个小段落。对，所以会让小编比较不会那么苦命了。那如果今天有如果大家看了这个有比较开心的话呢，记得来加入我们孤独的编辑家 Invader 社团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我们有把这个外挂要怎么装啊，然后如果你有问题要回报的话，对，请来这边。我们这个是这个麻瓜版的，就是你不懂程式的人呢，就可以来这边回报。你如果用的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然后再来的话是，你如果要看其他东西，请来这边看。我们目前成果，我们有把那个浏览器外挂、它的 source code， 然后还有相关的东西，就都放在这个上面，请大家有空就可以多来玩一下。对。今天整理的八卦是什么？啊，今天整理嘛，今天都那个原本要整理辅大心理嘛，对，但现在就。对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继续进行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开始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那，聆听下一位。